总统蔡英文和副总统赖清德两人合体到嘉义，为立委参选人蔡益瑜站台。总统蔡英文主动提及蓝白整合议题，他们对国家没有共同的理念，对政策也没有共同的愿景，所以我要告诉大家，这不是蓝白合，是蓝白分。他们在分权位，在分利益。不止蔡英文批评蓝白合，要参选总统的赖清德，不论是在嘉义或下午前往云林帮刘建国和苏志芬站台时，每一场他都主动提起蓝白合，认为不论是谁正谁负，都不适合领导台湾。两个不对的人，不论谁正谁负，勉强搭配，都不会成为对的一组。在政治上，没有所谓负负得正这种事情。赖清德不但认为蓝白合不把民众放在眼里，公然分赃权力，也把炮火对准了民众党主席柯文哲。要把国家献给你啦，结果这摆企图把国家献给国民党。过去嘛有人讲啊足大声，讲伊要超越蓝绿，结果。咱看到一心反背自己。每场造势活动下来，赖清德都大力抨击蓝白合。民进党的发言人陈世凯也在脸书发文说，距离正副总统开始登记前两天，唯一一个确定参选的只有赖清德，真的是没有想到会有今天。强调选对的人，国家才能继续稳健前进。华视新闻综合报道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